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这朝仰将的借鉴和教训，一切长孙传归安乐，众世皆得如安乐。在古兰经中说：“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也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 我也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我见证万物非如为有安乐，独以无偶。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乐的仆人及其使者。安乐应征到和正教而派遣他的使者，以便他将人们从重重。 黑暗，引入光明，大使人类走在神圣的道路上，让他们远离迷雾的道路，带引到他们走向天后两世的拯救和幸福之路，警告他们远离毁灭和痛苦之路。神明 命令我们要具备美好的品德。我以为我们全传宗教牧师一起言行，提升了对整个人类实现平安和安全的崇高价值。 当安拉命令穆圣履行伊斯兰教五大共修中的第五共修时，穆圣在阿拉法禅场给圣门弟子和伊斯兰民族说明朝觐仪式。他在这个演讲中说明人类的价值观。当时穆圣开始觉得 大鬼人的日期已渐近，在此朝阳江中却有一些我们可以受益的借鉴和教训，其中包括：一、确立人人平等和共生的原则。牧神说：“人人爱你们的，养猪舍毒衣的，你们的父亲舍毒衣的。” 除了敬畏安拉的准则以外，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相等，黑肤色的人与红肤色的人相等。在安拉看来，人们之间友谊的真正标准是敬畏安拉和善行，没有贫富贵贱。 殊不知别之分，亦无种族肤色之别，人人生而平等。他们在权力和义务方面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共生的基础。安拉说：“当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应当公平。” 即使你们所带生的是你们的亲戚，你们当履行正主的盟约。他将这些事束缚你们，以便你们觉悟。又说：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公道是最近与敬畏的。 而圣门在符合圣语，对我们都是生生不可侵犯的。阿布巴克拉及其父传书，设计其在右臂拉拉拉拉日的一日落驼上，设置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没有说话。 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要为热天重新命名，甚至说：“难道今天不是再生日吗？”
ومن خويدا شو شدا شر يوون جغا يوش شما يوفن داجيا دو وي شو هوا رنران يوي تايا وي تسي يو شون شين مين مين شر شو ناندو جبو شزو زولي سي جي يسلان جيو لي شي ار يو ما ومن خويدا شو 没错，事实说，你们的生命财富是与对你们来说都是生生不可侵犯的，犹如在本真中和次月中的这一天设计日。伊斯兰规定，敲进期间，任何敲进者，皆不可做非法之事。 如杀生、诽谤、隐私等等，一样希望在场上把这一讯息传得给不在场者。或许未到场者，要比到场者更有觉悟。伊斯兰是平安、安全。 和平、欣赏和善待他人的宗教，伊斯兰呼吁人人过着稳当的生活，没有贫富贵贱，如不及别之分，也无种族、族服、色之别，人人生活平等。也是同人，按了说，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 禁令二十人，除非因为任意。他将这些书、这些书符、乳符，你们也便你们了解。要说书引附庸或偏乱歪，犯杀一人的，如杀众人；犯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再向。 在香言界为师牧神曾严厉警告过圣门对我们都是生生不可侵犯的。他说：“真可怜啊，你们要记住，在我日后，你们不要叛教，不要成为互相冲杀的咖啡。伊斯兰，你禁止剥夺。” 侵吃他人的财产，按了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杀书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为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活得出外。又说，你们不要借杀书而。 侵蚀别人的财产，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以便你们免之孤犯的借罪行而侵蚀别人的一部分财产。为了保卫钱财，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法禁止盗窃，盗窃是大罪之一，因此按了规定，偷窥是要说眼中的惩罚，即割去他的手。按了说，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去他们俩的手，以保他们俩的罪行。 也是认主的纯洁，认主是万能的，是智慧的。伊斯兰教法也禁止无理夺取他人的领事。穆圣说：“人人无寸土地时，这块土地就会向其被得的或全套不。” 在不义之的境相上，伊斯兰已禁止不武力侵犯他人的尊严，无论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
安乐尽之。通鉴二说，你们不要接近四通，因为四通却是下流的事。这心境真恶劣，目视你尽之，非帮正解的牧民妇女。大叔于的罪，牧师说，你们避免七个毁灭性的罪。他们问安拉的事实啊都是什么，他说又被辱万魔术杀害无辜车离席吞平孤儿财产令人脱逃非绑正街的牧民妇女，牧师曾严厉警告：妈妈喝真毒，因为那是违反伊斯兰利益的丑恶行为。先者说过，骂穆斯林是丑恶行为，杀穆斯林是不信主的行为。三，宣扬社会各个人之间的统一和合作精神，不要自己分裂。牧师说，恶魔已经绝望，有人在麦加崇拜他，当将有人顺服他。你们只要请示成功，恶魔就乖了。因此我们全体坚持真主的圣所，不要自己分裂。正如安拉所说，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圣所，不要自己分裂。又说，你们当服从真主和启示者，你们不要纷争，否则你们必定胆怯，你们的势力必定消失。我们应该知道分裂不属于安拉的宗教，正如安拉所说，分裂自己的宗教而各成宗派的人，你们与他们毫无关系。伊斯兰呼吁统一并禁止分裂和争斗，应该遵守安拉的经典和穆神的圣训。穆神说，我给你们留下了天经，你们只要遵循它，就永远不会迷误。我将来因你们而受审问。古兰经是安拉的言辞，是穆神永久契机，虚伪不能从他的前后经过他。安拉以古兰经和圣贤消除分裂，个人好恶和争执。正如安拉所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安拉，应当服从事实和你们中的如实人。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是哪件事归安拉和事实判决。如果你们确信安拉和末日的话，这对于你们是比更多的是结果更美的。遵守安拉的经典和穆神的圣训是信仰的一个标志，也是敬畏安拉的命证。安拉说，惹你的入法师，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们判决他们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于你们的判决毫无芥蒂，并且他们完全顺服。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赞颂全归安拉，荣世界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
各位穆斯林毫无疑问，此朝演讲就是保护人权的第一份文件和世界宣言，因为在此朝演讲中确有一些维护尊严和保障安全的人类价值观。我们从此朝演讲中可以受益的最重要的借鉴和教训，还有说明伊斯兰教法中的妇女地位。穆圣定说，我们要善待妇女，只是为了说明她的地位。她地位，女人是男人姐妹，在承担责任方面，除了集体礼拜等有证据说明妇女无需承担责任的意外，他和男人完全一样。根本上来说，女人和男人一样承担责任。正如穆圣所说，真的，你们的妻子对你们赋予责任，你们对他们也赋予责任。穆斯林尊重妇女，要求保护和照顾她。无论是母亲、姐妹、姐妹、女孩和妻或妻子，女人在伊斯兰教中拥有维护她尊严的无数权利和义务。同时，这种权利和义务让她得到听候两世的幸福。曾有个人来到安拉的使者跟前问道：“安拉的使者啊，人们中谁最应该得到我的善待？”使者说：“你的母亲。”又问其次是谁，使者说：“回答，你的母亲。”那人再问：“再其次是谁？”回答：“你的母亲。”此人还问：“那再其次是谁呢？”使者回答：“你的父亲。”又说：“是有三个女子，因他们而人来给他们吃喝，并给他们衣服，在末日复生，在避免惊火雨。”又说：“抚养两个女孩，长得成人之，在末日，我离他日同这两手之间。”手之间的距离。又说：“你们好好对待女人，因为女人是从肋骨上造化的，肋骨的弯骨部位在她的最上边，如果你要阻止她，就会弄断她。如果那方仍不管，他将永远保持弯曲。所以你们善待女人吧。我们具备这种给所有人类带来喜悦和幸福的高尚的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是非常必要的。这种高尚的价值观也制定了人权的规则，也确立了男人得到听候两世的幸福的原则和人类价值观。我们的主啊，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意，你却是全存的，却是全知的。求你赎有我们，你却是日有的，却是日次的。